是奥花国小的驻村老师，我叫林丽芬，来奥花，从事天然染色的教学已经是已经两个学期了，然后这些都是我们学生的作品呈现，然后因为我们主要是进行热煮染的方式来呈现它，所以我们的颜色就会多彩多姿，会有很多种色系呈现出来，有橘色系的就是茜草，那还有洋葱皮染，还有大叶染人。那大叶染人其实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就可以用得到的一种植物，它其实也是一种养肝药。那我们天然染色提倡的就是利用环保的意识来取材于自然界之间的一些植物，比如说我们的浮木、洋葱皮，来进行做一个染色的呈现。那每一位同学、每一位学员所做的东西，琳琅满目。好，还有一些这个看出这个是其实是只有二年级的小朋友所做的作品，那因为经由老师小小的一个指导，所以小朋友他们刻意利用自己的想象力，然后用绑的、用圈的、用缝的，所以上面这一块也是学生的作品组合，它是用经过手缝。那你要叫一个小朋友坐下来用缝的，其实是很困难的。那其实好不容易他们也终于完成了，虽然是小小的一片而已，但是组合成一大片的话还是蛮壮观的。这次的天然染色教学其实我学到很多，跟小朋友的互动越来越好，期望以后天然染色在我们宜兰县能够越来越茁壮，越来越开花结果。谢谢。